点娘们儿可不像好人呢。哦哟！大海呀，我的母亲！哇！大海呀，我的丈母娘！嗯？有人？哎呦我的妈！你得了哦吼这年轻人这胆儿太大爱的魔力转圈圈哦吼有人这个操作你要帮我再睡All right, gentlemen, I want you to repeat after me just how you do it. Ready? 你我在有人你给我哎呦我的妈！堂客就是堂啊，堂哥走，哎呀，三步一下怎么两行两回头？炸！哎呦我的妈！这你们笑。喂，老板。别笑。我跟你讲一下，我今天上班可能要暗一点哦。哎，我车子堵在公公这里了，要等你赶赶就来。
啊，滚！哎呦我的妈！你别笑，一个人。啊，你去哪里？我上学啊，不带上我。带上你现在几点了？我关你回来了，在家里等我，知道吗？记得买肉回来啊。我买肉，买肉上个月不是刚吃了吗？买肉一点点就知道吃。好，等一下记得喂鸭啊，我记得。喂鸭喂鸭，天天就知道喂鸭喂鸭，都养了两年多了喽，都不舍得。老是说等客人过来，等客人过来。笑什么？说的就是你们两个，你照相镜子面儿，早就看你们两个不顺眼了，我丢他妈！哎呦我的妈！哎，医生，怎么回事啊？这好像生病了。嗯，这不明显了吗？中暑了。那么热的天气，穿那么厚的那个羽绒服，不热才怪。那现在怎么办？立马要手术啊，把这些羽绒服啊拔下来。What? 这个手术啊存在风险，家属要坚持。快安排一下手术啊！又来一单啊！啊，是按照计划行事。OK， 好的。院长，手术失败了。失败了？兄弟 啊，这个是他羽绒服，你拿回去做一个纪念吧。可怜了、哦，可怜了、哦。谢谢你，院长，我走了啊，慢了。你照相镜子面。老婆，你看我，music。